说到最近魏群龙的精彩好球，其实只要巩冠连三场比赛炸裂全垒打是一大看点。守备端首推当家中外野手郭天信，过去两年都获选外野金手套的他，猛刷美记守备，而且难度越来越高。巧合的是，富邦悍将经常成为苦主，王胜伟周二眼看要形成安打，变成对方再见的 nice play， 申浩伟更不止一次扎实的飞球被没收，只能无奈苦笑。这也跟练习有关吧。其实我们平常在练习在接的东西其实蛮多的，那我哥也都会一直去提醒我，都是怕受伤是会，可是并不会因为害怕受伤而去改变的。那跟浩伟那个是因为我们私底下就有认识嘛，那就会闹一下，对啊，出来看看，也不敢太夸张了，就是可能对他笑一下这样。结算到21号赛前，郭天信连五场敲安打，但本季2.58的打击率是生涯新低。8月份的平均打击率更是惨淡的1.95，需要赶紧找回节奏，才能更称职扮演开路先锋或者中心棒次。整个节奏都有点跑掉了，身体跟不上想法，对啊，要想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球队。场上卖力又滑又扑的天哥，先前膝盖有点小扭，表示目前身体状况 OK， 练习跟比赛都是100%投入，也期待过去两年都有30%以上打击率的好手感，能够在9月底赶紧加温。来自台中的黄化君采访报道。线上购物独特一点，找好东西就上 CT Social。